Thank you.
首先讲解的是预备式，预备式也要求是练气的过程，要求做到收合自然安静。我自己通过演练这套养生术，在两年之后收到的效果非常惊奇。我在工作之后，也就是1973年之后，到如今没在医院看过一次病，也没生过病。我把这套和血内丹仔细地向大家，也就是爱好者，包括要求延年益寿者，包括要求治病者，包括学练武术受伤者，都希望大家来认真地来看，学学这套理想的有效的方法。预备式通三关，两脚分开长外八字步，是养生主要步行。外八字步两脚外撇，45度与40度之间，我现在做的是标准的45度。两腿分开与肩膀大约同宽，要求不太严。两手长分指掌，什么是分指掌？五指分开，大拇指和食指之间相开的距离要大一些。两手分开长分指掌，分别置于身体左右前下方，手心朝下，手指朝前，两手臂弯曲，手的动作不能有幅度，就是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你的手在动，应该是手静止不动，内气内息和人的思想在动。好，这是手的部位。头部微微下垂，眼看前下方，不能远视。为什么？向远看人就会分神，注意力会不集中，只有看前下方俯视，才能有利于静心静神静气。这是头部动作，然后嘴部动作，牙齿不能咬合，就是不能使劲咬住。舌头的尖，就是舌尖，向两齿的上下两齿的齿中间贴靠，但是也不能靠上。好，这是嘴部的动作，下颚微微内收，不能往前。颈部向内收缩，不能把颈部撑开。腹部往外略微突出，也就是胸部要微收，向内收缩，腹部下沉，上虚下实，背部呢稍微往下坠，腰部往下沉，两腿往下降落，就是膝关节弯，重心在两腿之间，胯部放松。下面进行通三关，通手三关，手三关分别为腕关、肘关和肩关，左右一样。通手三关的方式方法很简单，人的注意力先集中在
两肩，肩头部位，也就是我手掩盖的部位，心中默数九次，也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接下来响气向肘，两个肘关节流动，就是这两边流动，流动以后再默数九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好，肘关节结束以后，接着做手腕关节，两手腕想着手三关以后，注意力集中在两手腕之间，默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身三关，身体三关的通法，也就是先想到气体在人体的上半身，就是我画的这个部位，感到有气体在转动，在滚动，数一二三，再下降到中段，这个部位数一二三，再到下段数一二三，总共数九下，通腿三关的练习，想着气体就是人的内气，在两个胯关节部位，气流动，微微的流动，人心中默默的数九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数完以后接下来再数，数膝关节部位九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。通手三关结束，通身三关结束，通腿三关结束。好，到这里通三关全部结束，两腿分开呈外八字步，两手置于胸前两侧，膝关节可以微微弯曲，开始做推抹三连环，要连续做六遍，也就是六练气。现在进行一练气讲解。一练气开始，两手下降，在大腿两侧外翻，同时从两侧上抬，举至头顶上方，使手心斜向上，与此同时鼻子轻轻的吸气，要求深呼吸一次，然后两手下降放在胸前，右手在内，左手在外交叉，向下推抹三次绕圈，一交叉，二交叉，三交叉，还原至两侧，长按掌，掌指向前，掌心向下，往下按。这是二练气。抬起两臂举至头顶，同时吸气，下按两手，这时是左手在里边，左手在内，右手在外交叉，同时在胸腹部位划弧一次，两次绕圈，三次绕圈，
要求贴靠胸腹，收于两侧，往下按伸直，膝关节也伸直撑起来，再放松膝关节弯曲，鼻子叹气一次。好，这是两练习。吸气，两手上举，下按于胸前，右手在内，左手在外，推抹腹部三次。撑于两侧，撑开，还原，叹气一次。三练气，伸开两手上举，吸气，下按于胸前，两手交叉，左手在内，推抹腹部三次，要求手掌不离开身体，两掌收至两侧，掌心朝下，下按，撑起，全身膝关节伸直，放松，叹气一次。四练气，吸气，抬起两臂，下按，两手交叉，右手在内，左手在外，推抹胸腹三次，收于两侧，下按，撑直，还原，微微弯曲两膝和肘，叹气一次。五练气，抬起两臂上举，下降，胸部交叉，左手在内，推抹胸腹三次，收于两侧，下按掌，还原，弯曲，叹气一次。好，两手变成空心拳，拳心对于大腿内侧，拳眼朝后。下面开始做动作，先向左，再向右，来回12下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还原。
脚并拢长立正状，两手垂于体侧。预备开始的时候，左手长空心拳，右手长手掌，向头部上方举起，同时右脚向右侧方向开一大步。到这种姿势，停止，开始吸气。也就是说，从预备式开始，一面做动作，一面开始吸气，慢慢的吸，吸气，停止。下面身体向左侧下方下俯，伴随着左手下降，再由下向右，到右腿一侧，再由右腿一侧向上举起，同时再将左腿慢慢收回，靠在右脚一侧，形成立正状，右掌向上举起，出气，慢慢的出气。第二遍开始，右手下降长空心拳至右腿外侧，与此同时左手成掌上举于头顶，左脚向左侧开一大步，吸气，吸气，停止，下降，左手至右脚前下方，贴地面滑动，上抬左掌，左脚不动，右脚向左脚靠拢，呈立正状，左掌上举，鼻子叹气，轻轻叹气一次，这是术语的两练气。这个动作重复做三次。先并步立正，接着右脚向后退半步，脚后跟抬起，脚前掌着地，两手变为空心拳，左手空心拳放在身后左侧，
右手向后抬起，左臂向前探出，然后再将右脚向后带出。这是一次，第二次，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然后还原并步立正，再退左脚半步，脚前掌着地，脚后跟抬起，左手空心拳在前，右手空心拳在后，左腿摆起，向前一，向后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。两腿并步立正，两手分别放在大腿两侧，先进行一练气的讲解。两手臂向外旋，两手的掌心分向两侧，慢慢向两侧同时抬起，此时以鼻吸气，慢细匀长，两手臂上抬至侧平举，并两掌心相对时吸气停止，然后两手指相靠，翻转手腕，两手掌掌心向前，此时两手臂向前下方下按，腰部向下弯曲，两手掌靠近地面时分别分开两掌，两掌贴靠两脚外侧，人体前俯，眼看脚尖，两臂拎起，腰部直立，还原成并步立正状态，此时以鼻出气一次。这是一练习，这个动作重复做六遍。
外八字步，先把两手分开放在身前，两手心相对，然后大拇指除外，其余四指相互搭靠，转动颈部，按顺时针方向开始转，就是头先向后微微抬起，向左，颈左向前，再向右，由后向上方扬起，转一圈，两圈，三圈，四圈，五圈，六圈，七，八，九，十，十一，十二，还原，两手翻旋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手指依然搭靠，大拇指分开。现在按逆时针，也就是由右向左转动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转动结束，两手放下。左右哈气，看可分为两个部分，它的步型呢也是两种，一种是骑马式，还有一种是并步式，分别应用于男女演练者，也就是左右哈气，它的演练对象不同，步型和方式都不同，换息方式不同，我在这里分别做一讲述。先讲男性演练者，他的操作方式，男性演练者摆开骑马式，两手形成分指勾，反勾在身体两侧，鼻子吸气一次，头部向左侧前方转动，张口不要太大，向后发出哈声，一次再还原，在鼻子吸气，向右侧转，向右侧前下方哈出一次，还原，第三遍，吸气，左前方，下侧哈出，还原，再吸气一次，右前方下侧，还原，再吸气一次，左前方下侧，还原，最后吸气一次，右前方下侧，还原，立起身体，
左右各哈气一次，分别做三次，就是加起来做六遍。接下来讲女性演练者的方式。女性演练与男子不同，要求并步、弯曲两腿、两手变成并指掌分别置于身后。注意，吸气相同，叹气相反。好，下面开始讲解。并步吸气，向左侧一样，但不能哈气，用嘴轻轻吐出。还原，吸气，吐出，还原，吸气，吐出，还原，吸气，吐出，还原，再吸气，再吐出，还原，最后吸气，吐出，还原。外八字步，两手依然为空心拳，两手臂抬起，两手肩分向两侧，高与肩平，拳心向下，拳眼向内，望吸，忘掉呼吸。车轮转分正转、反转，正转以右手臂为轴，左手臂带动，转动时先抬起右臂，左臂相对应向下，按顺时针方向向前滚动，侧面就是划圈一次，主要是右臂。二、三、四，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好，抬平，下面再转左手臂，就是左臂抬起，右臂下垂，也是顺时针向前一圈、两圈、三圈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还原。全身放松，要求是清晨练习面向东方，晚间练习面向西方。
两腿分开，外八字步，两手依然像预备式一样，只不过要求膝关节下沉。两手掌握起，就像龟爬在地面的这种姿势，就叫龟膝法。摆出这种龟膝架势后，全身放松，人低头。有个要点，看着前下方的五步开外，五步开外，什么都不想，默数十二下，停止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好，还原，放松。